昨天送前女友回家，结果电梯卡忘带了她，她让我爬楼大半夜，非要让我给她讲故事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回来干什么去啊？我出去走走。干什么去？我上班啊，那公司厕所等我擦呢。让爸带去。你爸出去度蜜月去了，你是我助理，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。那公司有保洁包吗？高，赶紧的，别废话了。哎呀，你这看起来挺瘦的，咋这么沉呢？哎，我找到一个人，比我更合适，而且特别有安全感。这身材，这骨架，是不是安全感爆棚？这是人吗？那你看呢？这一草一木都是生命，四舍五入，他也算是个人吧？好好好，那你就跟你的生命 say goodbye 吧。哎，你别扔啊！我懂了，你一定是觉得我更好，对不对？我是脚瘸了，不是眼睛瞎了，我不缺导盲犬。不是你，走啊！就在这儿走啊？要不然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有音乐，有帅哥，而且有利于你的身体康复。哪儿啊？你就走吧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怎么样？运动？这还不够运动吗？音乐呢？里面老嗨了。行，那帅哥呢？都在楼上了，你就走吧。你说的帅哥呢？说不定年轻的时候都是彦祖呢。彦祖，我让你不敢祖。脚好了。